但是咱真正来接受，对这款的身心症，你不一定爱甲讲好多气消病，我人会倒大，会惊吓。哦，咱卖家己甲家己污名化，所以真侪病拢甲改做身心科吼，这嘛是一个进步啦。第12月1日拜爵士部，内底有马屁王朝的卓氏金杯，拄仔张师傅讲的，伊贯穿你嘛，蔡国义的秋叶外号反共复国，啊，即摆反甲你变作返回去了，返回去共产党，复辜负了咱的国家，反共复国应该嘛，加讽刺然后，唉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想什麼，你現在簽下去在中國的魚缸，魚魚缸來到台灣，你應該用薪水給人家，你保險也要給人家保，人家偷渡犯是怎樣，有一口飯吃，我可以寄幾千塊回去中國，我偏遠地區的中國能吃半年一年，人家都滿足，啊，你不是呢，你无来无去去甲伊，安尼看做小家村，啊喵喵的活，啊这签落去啊，当下啊，十年内底，中国的渔工伊就享受咱纳税人出来一家的保险，所有的包括薪水，哦，一家的好处，唉，家己身家都无够，搞到一定啊，拍官啦吼，这咱唔知啦。当然啦，腰围控制，远离代谢症候群最重要。所以 BMI 用体重除以身高吼，用公尺来平方。你若超过90、95哟，你就是害啊。女性超过80，拢是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。哦，所以你不爱好你腰围大，你食物件总热量还较少。实在讲，原书。这个差不多30-40年吼，体重拢唔捌搁增加。啊，你看我若出去外口食，我嘛乱食，但是我尽量无食高热量。我会去食鱼鱼肉吧，蛋白质，因为我无痛风，我尿酸虽然高，但是无造成痛风关节，所以我较好当。会使食肉类、豆类、豆粿、豆腐、豆皮、豆腐、豆奶，拢有法度互我饱。那个饭、馒头、面包、米粉、米粉这类的制品吃较少，所以体重拢有法度维持，袂够暴增啦。所以我的腰围控制，哦，迄、那个 BMI 袂去超过25-26啊以上。啊，那腰围十步袂使超过90公分，十步袂使哦低于，袂使超过80公分，然后这不是低于的，这基本上就下单嘞。低就好啊咧，哦，那是惊悬，所以这可能有比误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不管如何啦，这篇后壁甲咱讲到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超过60%，咱惊癌吼，但是你无惊的长老金，中风，既然讲13%死亡较大，哦，所以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，咱吃好做健康。医师家己吼无通食偌好，人是讲食足歹啦。敢若一礼拜去一摆呼伦虾，呼伦虾啊，伫长荣桂冠以前伫励志酒店，迄拢办了袂歹吼。所以我嘛在分配，就是迄顿中昼我食台东呼伦虾，我开会正澎湃的中昼顿。迄暗我暗顿都无食，上计是啉一个啊。温水，安就好了。哦，白白本来有你食的，你把迄个第三顿吸起，就算是中昼我食啊足澎湃，我无罪恶感，因为暗顿我袂食，自然就会把热量平衡袂超过吼、哦。所以你若无，你就爱加一个心血管疾病，哦，迄个险哦，迄个险是当时要甲咱长老筋，咱毋知。那灯很粗起来，我见灯很粗。出后20年，你的儿子孙都六岁六岁，你嘛对不起因呢。你家人的自由，
甲你要传宗接代迄个目的甲意义拢打乱去啊，拍乱去，无无吼。有一个报道啦，讲做伙啊做宝贵头，讲卖引发打乱的发炎，因为做伙啊物件拢高蛋白，佮高油脂。哦，大家拢爱创爱啊，进步啊！唉，人日本唔免安尼，生起了嘛使洗头，你用淋浴的，虽然讲个无变。伫美国生起了嘛使食冰，啊无啥物无好啊。结果人食个较轻，无咱个做鞋啊，即摆有迄作业中心吼，你实上好啦，上好，上好。你看三五了面就袂真买到，一直大好。啊，补较上超过高油脂类嘛，引起咱胆囊发炎。胆囊发炎久起来，伊嘛造成胆结石啊。迄拢加减拢有迄个成正比的关系啦吼。所以这吼，会拄好啦。听张医师讲啊，做伙啊，迄是一个方向。咱怪乎咱的媳妇、咱的查某囝无营养，有病回了身体去回回转来。食较好，迄是无毋对，但是莫食伤过油啦，吼、哦。食好，食健康，食好有纤维，无一定爱食好油出出，吼、哦，这样说大家知影。超过一半严重的低血糖拢是暗时啊发作，哦，最近嘛有，亲像，像建国爷大汉囝吼，蒋孝文，拍带去，啊，这个电力公司的总经理啥奈拍带去。因为糖尿病啦，糖尿病，伊降了伤低的时阵，无人伫伊个边啊。太子啊，太子哪有人敢哇？结果伊个胰岛素超量，还是迄顿伊食较少，还是迄顿伊赶紧有代志，食两嘴啊，紧走。类似即种个，拢会造成低血糖的休克，血糖低的休克。哦，所以这是真要紧。咱袂使哩唔知啦吼，咱嘛着爱知影。但阮用食个嘛会造成哦，煮个搁较厉害哦。所以迄个量，甲你普通时饮食食物件个迄个量，爱有一个一定个比例。你迄顿若无食，你着知讲今仔日枵一两顿。你若煮无少，啊你若今仔日哇拢食好了，你甲提升一寡量。这些拢总爱真清楚，那无，我哩总统的囝蒋孝文，伊嘛会变作拍代去，哦，爱吵吵吵吵吵，缺氧中间，规身躯变淡薄，摇摇摇，迄时阵有啥伊在食啥，我一看哩看起真恐怖，因为有些伊会喘喘下，规变成了海钓，但是伊当伊若变寒了，若无去昏迷。哦，伊当然先几点先不了，那就好起来。不过，若是伊手里呢真毒，毒到互你拼光落去，啊无物件，阁无人伫边啊时，你真正会昏迷不醒，尾也变做发呆。因老爸啊，将军国死，伊嘛唔知想死呢，家己啊，人计行咧，伊就缀人行咧安尼。所以这嘛是无奈，然后因一家伙啊，七个寡妇。太阳的人选不如天选，人无外劳，所以咱人爱做较好个，较合乎这个世代的伦理道德标准。咱免讲一定外合法，因法律是最后的风霜。咱包括着伫 morality 甲 ethics， 就是咱的 morality 指起来就是种个道德 ，ethics 就是伦理，这种真关的。因为咱甲精神无关，都是因为咱有一种的人性，咱追求一个乌托邦，真正乌托邦伫地球顶头，就是咱讲的突破 ，Tibet， 迄个宫真水，伫远远世境来听，与世无争的一个乌托邦，你看因拍一片无畏，哦，无惊遐迄无畏。一个少年人为了甲突破所谓的西藏、西方的播种，迄、那个所在发生中国人、中国军去杀害
因的同胞的代志。这项代志到甲今年的世界运动会奥运前3月18日安静起来，无人去探讨。即少年人拍片的，啊，甲伊朋友讲，你爱关的，